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点赞加订阅，祝您福寿长。心中没有诗情，生活只会变成凄凉的现实。忙碌是一种生活状态，但不应该成为心灵的常态。若只能从忙碌中体会到烦恼与纷扰，便很难体验到游刃有余、自由洒脱的心境。在忙碌的世俗生活中，保持一种平常心，将忙碌的劳累与不快沉淀到心底，并用岁月将其风干成一种曾经奋斗的记忆，才是得享生活与工作的绝妙方法。古代一位官员每天忙忙碌碌，不得清闲，时间久了，他心中生了很多烦恼，对工作也倦怠起来，苦恼无处排解，他便来到一位禅师的法堂。禅师静静地听完了此人的倾诉，将他带入自己的禅房之中。禅房的桌上放着一瓶水，禅师微笑着说，你看这只花瓶，它已经放置在这里许久了。虽然它每天都被放在同一个位置，但是瓶中的鲜花每天都在更换，它必须以同样的状态将水分与养料供给鲜花，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静态忙碌。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灰土尘埃落在花瓶里面，但它依然澄清透明。你知道这是何故吗？此人思索良久，仿佛要将花瓶看穿，忽然他似有所悟，我懂了，所有的尘土都沉淀到瓶底了。禅师点点头说道，世间烦恼之事数之不尽，有些烦恼越想排解越挥之不去，那就索性淡然处之。就像瓶中的水，如果你厌恶地摇它，会使一瓶水都不得安宁，浑浊一片。如果你愿意慢慢地、静静地让它们沉淀下来，用宽广的胸怀去容纳它们，这样心灵并未因此受到污染，反而更加纯净了。官员恍然大悟，保持瓶中水的静止，就像是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定。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愈深邃愈安静。生活亦或工作中的我们，养成一种如水的心态，容纳万物，也容纳自我的烦恼。水至柔而有骨，执着能穿石，以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人生在世，若能将水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谓完人。正是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，才能在忙碌的工作中获得欢喜，否则便会因为忙碌而失去发掘幸福的心情。